这个世界可以很有爱，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改变。其实这些东西在我生活都是有的，可是我慢慢都发觉已经没有在我身上。我在之前学习是这个世界可以很有爱，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是这么固执，原来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改变，而且是可以改变到非常美好的方向、美好的地方、美好的风景。我在这个课程感受到深深的爱，感受到深深团队的合作、和谐还有热情。我会带更多爱去给我的身边的人，然后我要更自信、更勇敢活出我的人生。我是丢，我是一个有爱、勇敢、有信心的男人。我发觉这五天的学习，我在里面学到，其实我发觉我很多以前我有的东西，比如自信、负责任、and then 勇敢。因为 这五天我学到的里面让我察觉到，其实这些东西在我生活都是有的，可是我慢慢都发觉已经没有在我身上。可是它让我感觉到这五天我真是这些东西是我备有的。所以我也感觉到这一次的课程里面 feel 到有很有爱、很有团队、很有力量。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学习里面学到的有爱，我可以带回去爱我的家里人，还有我的责任感就会在我的事业中那边展现出来。我是Jordan，我是一个勇敢、有爱、负责任的男人。